赛的选手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一个机会。好，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决赛阶段的比赛规则，请看大屏幕。决赛采用实时视频连线演唱的方式举行，采取一轮制。评委在北京主会场与参赛选手进行实时视频连线，并对选手的演唱表现进行点评与打分。评委将依据评分高低确定排名，并在大赛指定平台予以公布。好，在这里也再一次和各位选手强调一下，我们的决赛采用的是一轮制，每一位选手演唱结束之后将由评委老师来点评和打分，而四位评委老师所打分数相加最终所得的平均分则为该选手在决赛阶段的分数。我们会在每一位选手演唱点评之后来报出上一位选手的决赛得分，所有选手演唱完毕之后，我们会根据每一位选手的决赛得分高低来决定最终的排名的名次。因此说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入围决赛的选手又重新站在了同样的起跑线上，之前的成绩全部清零，而今晚你们的表现，这一场比赛中的表现也将决定你们最终的名次，也请各位选手一定要加油。我们的大赛组委会会在8月25日在官方指定平台来公布最终的排名名单，也公示最终的排名名单。好，那现在我们入围。